当我化身贱蛋戏耍柚子，居然反被他教育。今天该干点什么呢？哎，柚子在线，嘿，有了，整整柚子去。等一下，我要是直接用大号去整他的话，那受伤的肯定是我呀。有了，我可以用小号啊，嘿嘿，今天我就做一回贱蛋，找个咸鱼先。柚子，你完蛋喽！打之前先发个表情嘲讽一下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气不气？气不气？反了你了！我闪！哎，然后再立马开比赛，走之前再给他甩个变形，当着他的面直接飞走，嘿嘿，这心情一下子就快乐起来了呢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真是场酣畅淋漓的比赛呀，舒服！哎，欺负一下柚子就是快乐呀。谁让你们看的什么叫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？偷哎呦，我袭！靠！什么东西撞我一下？这什么鬼玩意儿？怎么还给我来个三人成型呢？怎么这东西还刀枪不入的呀？我靠，这柚子是学了什么武功秘籍啊？我真的是裂开！是我一发变形，哎，这下你没办法了。我靠，什么妖术啊？这怎么打？不玩了，不玩了！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别打，别打，我错了。现在知道错了吧？你当时不是笑得很开心吗？真的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，别再打了。知道错就好了，这次浅浅给你一个教训吧。你这个是怎么弄的呀？你问这个干嘛？这个挺有意思的，你教我一下怎么卡的呗。林天啊，等我学会了，我要好好教训你。我小王子从来没这么委屈过。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我们先到井盖里面，然后发起一个双人动作，让你的朋友们同时点接受。这样你就可以卡出这个 bug 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我知道了。零了零了零了。哎，那你不废了吗，柚子？出来吧，我的小伙伴们，一遍就成功了，哈哈哈哈！兄弟们，出发，找柚子算账。来来来，你跟我说我错哪了？你跟我说，来来来，我错哪了？你跟我说一下我错哪里了？这招就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嘿嘿嘿，臣服于我吧，柚子。